Hello，现在介绍一下哈，我们把那个高中在用的那个 BB 车呢，哦，把它改成用 Arduino， 好，那透过蓝牙来做。好，那之前会失败呢，是因为啊那个伺服马达呢，哦，吃电吃很凶哈。那后来呢，另外就去找了一个遥控飞机在用的一种电池啊，电流量很大，好，那板子呢也要供电，所以需要两个电源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用 Scratch 啊，用 S4A 就可以来遥控哦。好，这样呢就可以无线了哈。好，那慧君老师呢要的功能呢，在这边呢，终于可以结案了，没问题。